开说，继续说信马由缰。好，继续说今天早上的新鲜空气啊。继续说今天早上的分数。就说到不说人，不说没有，不说时事，不说时事，只说这个情景。对，好，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有这个。就说到兴头上，每个人都在说啊，看看有谁喜欢吃什么的局势，看看是喜欢吃什么东西的占几分之几，喜欢打游戏机的占几分之几。哦，对，我还要跟你说这几分之几的事呢。继续说。好，继续说几分之几。对对对，我那儿也有几分之几。你也有几分之几的故事。然后呢，说到非常兴头，大家都很高兴了，每个人都在积极举手，其中有一个。他突然间想了，喜欢彭老师的占几分之几，简直把我放到了断头台上，简直是真是斩还是不斩，这一点不错，不斩吧，不斩吧，是叛徒是吧，斩了吧，又不好。让我感到非常激动的是，二十个人想都没想就举手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犹犹豫豫的不举手，因为他就什么都不举手。然后我再追问一句，不喜欢蒲老师的占几分之几？这时候这时候有两个毫不犹豫的举起了手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两个应该给大奖。对，真的，这敢说实话的。这敢说实话的。就是。那还有，我就在估计啊，你看。一开始的时候有总共二十二个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给大奖，我也得给大奖。OK， 我太高兴了，终于有人给我放出了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个是心里憋着那点事儿。对，我就在对比。我说这个有二十二个，毫不犹豫的举了手，一个犹犹豫豫的又放下了手，还有一个是。毫不犹豫的就不举手。说到喜欢的时候，然后我说到不喜欢的时候，也有两个人毫不犹豫就举起了手，还有一个委委屈屈的举起了手，还有那个不举手的，他就永远的不举手。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勇敢的举手吗？那个是什么事情都不带想。他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，什么总之他就举手了，总之他就举手，他就知道，他就知道举手积极发言就肯定会有好结果。对，没想到老师下了一个套，下了说然后呢，我说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不喜欢的这个举手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有的毫不，有的想了一想就举起手了，对，然后。那个其实是真的了，那个是真的思考过了，他不喜欢。可是我还是觉得给他一个100分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人面前，他能够与众不同，与众不同，他能够说他真实的话。对，他就是不喜欢，就是不真实的话，他可以站出来，正确，和别人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敢于做少数，是这个是不得了。就在他犹犹豫豫举手的时候，那种故意的。有的学生是故意捣乱，他故意捣乱。那这个呢，他犹犹豫豫举手了以后呢，旁边还有好多人说还要叫他的名字，你说不喜欢。他还居然就胆敢。对，他就胆敢，不错，不容易。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值得。首先他能够想了半天，有一个提出来这么一个点子的，这个就是一个大胆的。提出这个点子的这个小孩呢，其实想到这一道，他能够想到这个，就说明他就想表达了，而且呢，他敢于越过这个界限，对，来挑战这个。其实我是高兴的，肯定的。不管是结果是其实哪怕只有两三个零零落落，我都高兴。只要有这么一个想，只要提出了这一点呢，就说明他敢提出来了。想想他们才几岁，真的，越到大年级，越到高年级，也许就有了很多世俗的想法，他们未必就这么纯真了。对，是是是，小的很。好，
说你的几分之几。大公子数学怎么也算不出来几分之几。爱踢足球，买球员都要有价钱。嗯，买一个球员100万，嗯，然后 agent 扣掉20%，一下就算清楚了。将来他要是当球员，他能算清楚他挣多少钱。正确，就像我数学差不是，没错，一定要。可是我买房的时候的那个贷款，简直我算到精的。就连那个给我做公证那个律师都觉得，哎呦，怎么算这么精？能够数学不好，没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会生活就行了。这个真漂亮，是这个以前有一个这个店，被 Starbucks 买了。这个，嗯，对，以前在 Palo Alto 有一个咖啡店。我刚发现，我们刚来的时候人少，现在人多了。12点下班，正确。所以我们来的正好是踩到这个人最多的时候。你现在来，他都没时间跟你说话，是真的。继续说，用一种什么颜色来代表自己？真是很奇怪，我问了最少4个人了，他们所说形容我的颜色都非常接近，就是那种绛红紫红，就是那种你说的那个 fuchsia， 对对对，就是这种红色紫色这个系列，对，它不是那种非常艳的那种不艳的那种粉红，又没有神秘到那种什么的感觉，没有到那种神秘到阴险的感觉，你问谁？问大人孩子？问了画家，也问了孩子，包括你在内，还有问老同学，哇。就是对颜色和对你这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都很了解了。你要是问一个对这个颜色没有概念的人呢，他未必对这个颜色有这个感觉。颜色大公子，你又来了。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后来他们你让他拿东西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那个色拿的不对，不对，不是通通错，通通错，好像是，不是，我估计他，你知道吗？对于女生来说，红色分，就算是一个粉红，它还分为这个什么什么粉什么粉，还有什么。Hot pink， 对对对，什么 fuchsia， 又有什么什么什么。可是呢，从那一溜串的7个，对于男生来说都是叫做 pink。那我儿子是色盲，好像是他分不清。如果是色盲的话，一定是红蓝那种，一定是有这个。他色度能分开，好像是这一个。我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做过真正的测试，但是每一次去给他做那个的时候，他都是特别费力。而且这种东西也不会影响到生活。你要是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的，那会影响。就是，比如说你要是看信号灯的，或者是你要开驾驶飞机就不行了。对，那个就比较复杂，因为那个光很小。那个就是靠眼睛。对对对，靠眼睛的那就不行了。做 design。也会有一定的限制。看你在什么范围。一般人都是一个长项，就是他的
就是它的短处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比如说一般色盲的人，嗯，就是分不清红绿色盲，有一种叫红绿色盲，就是对灰的，他只能，但是他分的那个灰的色阶，对，就特别清楚，他靠那个来分。我们看这个深浅，他看不出来，他看的就是特别清楚。Google 在那个什么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那两天我们就谈这个 Mountain View 的业绩，房子价钱特别快，嗯，特别高，涨得特别快。那个房子一放到市场，三天就卖出去，什么房子都好。Google 做一些什么 community 的东西，嗯。趁他现在还年轻，记得 Cisco 以前长得这么牛，后来我说他的发展这么牛，嗯，超过他自身能够消化的能量，除非他有新的更新的这个概念出来。对，时势造英雄，这个时势刚好缺这样的人，嗯，对，然后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。你知道现在昨天晚上老公还跟我一起聊，就给我看了几个新的 website，新的网站，新的网站就是各种照片跟 Pinterest 一样，但是呢有的是副的 picture， 副的，叫 Tasty Bud， 所以呢特别漂亮。以后这种东西它会变成一个个人网站当中的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，又会变成一整块一整块，然后个人加进来。我没听懂。就像这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啊，最早的时候在没有网络之前，这个大公司不是越做越大，然后就变成了专一的一个越做越大。可是越做越大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各样他都要达到，于是又发展出来一个另外的一些支线，然后那个每个支线都越来越强大。然后呢，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强大都好，总是有人会来把你这个盖住。于是呢，在发展到了一定的一个饱和的状态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把自己训练得非常强大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寻求个人的发展。所以现在我们正处在个人的网站、个人的这个什么 Facebook 或者是这样，就类似这样，个人的这个页面越来越丰富的这种，现在是处于这种一个流行的这个潮流。对，就是现在好多人强调的是一种指着这个吃饭个性。对，可是你要从更远的一个角度来说，这其实就像最早以前的摆摊，商业化最早开始的那种小摊子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摊位。可是呢，等到在，其实已经会有人会已经开始互相的开始联络了，比如说你也爱摄影，我也爱摄影，咱们两个就一起来摄影，又有更多的人爱摄影，加入更多的人，所以那个page全都是关于这个摄影。然后他摄影再往下去，再往下分，又有专门分关于食物的摄影，花朵、花卉、野生，他又会分类了。所以呢，又会慢慢的打破个人的这个小范围的这个，又会变成一块一块一块。那你怎么能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？为什么要处于不败之地呢？这就是我要说的。我想你可能就是这个答案。我想你可能就是这个答案。你懂屁？为什么要不败呢？你要做什么
只是为了开心，不要放太多的你觉得这个好了，你觉得这样做是有意思的，挺有趣的，能够让你燃烧更多的，你知道能量，不是事先想好，是你做出来，慢慢的做的时候，慢慢的你越做越做，你看别人也在做，你也在做，你就有兴趣，是，而且不光是因为别人在做，你就做这个东西，越做越有兴趣，你就越想做，越做的越是，就越想做的好，把它发展下去，就跟摆摊儿似的，是，谁都愿意摆摊，摊儿越摆越好。你也可以就这样摆下去，老是这样一个小摊，是也可以越做越大，也可以越做越大，对，看你自己的取向，还有你的经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人有一个宗旨，就是这是一个所有的人类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两样东西不可以丢，一个就是追求自由，第二个就是追求真实，追求真实和自由，这两样东西，这是一个永恒的。因为什么他们会变成一个小摊儿，就是自己又变成分裂，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绑在一起不自由的，于是呢他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个性。为什么他后来又联合在一起呢？因为他想做到更好、更多的这个更真实的，因为他总觉得别人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嘛，他想做到更加完美，追求完美，真实完美。因为如果你要是跟人家合作，你就会失去很多东西，自由，没个性，对。不跟人家合作，你有的时候就是限制，对，一个是限制，另外一个其实怎么跟人怎么样子都会有限，你自由了就有那方就有发展的限制，对，你发展了就有个性上面的限制，对，没关系。就看你的心放在哪里。你开一个酱油店，永远都开这个酱油店，一样能活。这个活和不活，其实从古到今啊，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个。有的人分明是很有这个，就是这个资源已经很丰富了，可是他还在那里说，先把自己养老的这个搞定再说。于是还是要疯狂的在那里做呀，然后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不开心。其实是自己吓自己。什么时候自己都不要再吓自己了，就没人能够吓得到你。对。自己的野心下了头，野心吗？自己的野心下了自己，对，这样说的也对。自己的欲望，要说自己的欲望。走吗？我们走吧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可以摁了吗？当然。